哈卡天师传承的是金节目，阿个最强祖传手吹，我提五月三十一来放松的。有请演员冯杜老师、冯振林、史明水、郭彦贤去苗栗师大下集作业，夫妇兄弟的歌唱，美同彩礼相亲发生的一段的事情。今日整年都是听吉鲁行听落来跳舞，演员冯杜拉斯问真理，思念帅同郭彦贤，以这个重现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。下个天是清醒的摄影节目，阿哦最强朱纯小翠，又将时尚演员朱点美玲演，听下人工系美丽常淑纯，斯坦杨吉合掌成佛。其实真的回到那边，真的有像回到第二个家的感觉，而且去到哪里会想起的其中一个家，其实就是师堂。应该说每一天都资讯有一点点爆炸，到我们还有任务要处理，然后还有人要认识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在地人。小公主太明显了。太阳神啦、啊，太阳神，月亮哎，同乡亲好合法来做舞台剧，一张一子女家都出得一点辛苦，没当小苦。在修苦道的时候，是我人生当中，我不晓得为什么在修的过程里面，我有那一股冲劲跟那一股热情，想回家。对。为什么要用这个食材猪胆肝？是因为已经快要没有人做了，一个是废食，然后它 CP 值很低，它比较像是一种下酒菜啦，它就是炒蒜苗那种，很比较像下酒菜。可是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像是用鹅肝酱的做法。先做骨头，团聚定定烟，斯坦张有给合掌贴身。斯坦的特色就是以慢活为主。哈，唔要像人咧，太堵死地方嘅车水马龙，哈，让诶老人家咧，哈，去互动，还有呢，阿得提升，阿得有闲充，阿得各方面咧提升咧，哈，佮咩有带去。伊都客庄先发嘅实景节目，五月三十一按部就班啲，就委托客家电视同两路平台同步来放送。客新闻社一批副分子台北报道。